我想，真的，万事万物不可能一成不变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，我在变，你也在变，我们大家都跟着时代的脚步往前走。那陈琳的变化呢，是从99年的那张《走开》开始。那张唱片呢，有很多的这个东西方音乐的融合。我记得那张唱片里面最让大家难忘的就是《走开》那首歌，因为那首歌里面有一段非常美妙的笛子，知道那笛子是谁吹的吗？对，窦唯吹的。今天呢，我也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人窦唯请来。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一首东西方音乐相融合的这首歌曲 OK 走开。乖乖猫，女人。